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地区受到台风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，但是卡坦端内斯省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，大概有300多。那已经开始有一些强劲的风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现下雨的迹象。那么根据。